我以前买过黄金虫草，我觉得很好喝。黑蒜双枣跟梅子鸡。猴子。今天要来录一段去 H&M Home 的开箱，主要是一些居家的用品。上一次我又买了是可以当擦厨房的物品，或者是擦锅子，把厨具擦干。那时候特价，一条100块，然后有一个挂钩，也可以当擦手巾，打开差不多这么大。然后我这次又再买了另外一个颜色，也是一条100块。对，100块的这个颜色，亚麻色的。我吃。好看吗？好看耶。嗯，那是我们到时候放在厨房的，45公分乘65公分。我买了一个。嗯，我觉得这个设计好漂亮，有一个金边。嗯，杯子。嗯，然后一个是149。妈妈早上就可以喝咖啡，对，喝咖啡。拿掉了。好，来拿掉。拿掉。要丢掉啊。Oh, be careful. No Barbie. That's a.接下来呢，是三条。哦，芭比。要喝咖啡呀，小朋友不可以喝咖啡，要小心拿哦。金南啊。嗯。芭比。这一条，旁边的这个须须边，我觉得很漂亮。然后上面是格子松饼，这样子一格一格的。它是一个擦手巾。还有芭比这个。好，199。在厨房煮饭的时候，可以把手擦干，因为手常常会弄得湿湿的，对不对？对。对呀、啊。啊，然后最后一个是我给 Ethan 买的，因为我很喜欢这种大地色系啊，土黄色、咖啡色、灰色这一类。然后这一件简单的 T 恤，它也是在特价149。可以这个。嗯，然后洗过再穿。然后这些就要先拿去洗。嗯，这就是今天的 H&M Home Goods 开箱。喝咖啡这个。喝咖啡啊？怎么喝？喝咖啡给妈妈看。咕咕咕姐姐。Thank you。啊，太近了，太近。书包。再下来继续开箱我在书店买的。鸡汤包，我以前买过黄金虫草，我觉得很好喝，别的牌子的觉得就没有这么好喝。然后这次多买的是黑蒜双枣跟梅子鸡，现在天气变冷了，就可以来煮鸡汤。另外我发现在这个书店还有卖很漂亮的卡片，这些卡片都是我会喜欢的花花草草的系列，而且一张才25元，觉得很经济实惠，推荐给大家。今天要来做葱爆鸡腿排，我买了全联的绿野农庄鸡腿排2盒。加入了一些白胡椒粉、芝麻油、盐、糖、米酒，还有面粉。一起来腌制，然后放进冷藏15分钟以上。在腌制的时候，来准备漆房间，因为房间的墙壁有一些手印啊、脏啊、斑驳的地方，之前有更换一些家具。然后我发现特丽屋的这种滚筒的油漆方式比以前用刷子的方式轻松很多。之前在漆牡丹的房间，大概3年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漆一面墙就漆得好累哦，可是这一次改用滚筒的就快多了。剩下的这些边边再用刷子
把它补漆就好了。漆完了油漆，继续来处理丝瓜。之前有一支丝瓜的影片，可以看右上角。把丝瓜后切，再切一些老姜片，先切成片，再切成条。冰箱有一些剩下的葱，把葱白跟葱绿分开来准备，下橄榄油。离开，请你离开，不要在这里。再把刚才腌制好的鸡腿排拿出来干煎。煎到两面都焦香了之后，再放入酱油、糖，这些调料都会写在资讯栏。来看一下牡丹在干嘛。在一个屋顶。哎，没有三角形了吗？没有。拿一个三角形过来。Over there。还可以盖一个这个，还有一个方形。黄色，嗯哼，好棒哦！哇、wow, ，good good job。还是那个。干煎好的鸡肉，加入葱白跟辣椒，还有一些白胡椒粉，刚才的调料都加进去以后，继续的来翻炒，最后再把葱绿加进来。我是谁？爸爸。蓝色的。哇！城堡里面再堆一个城堡。对啊，宝中之宝。嗯。要去哪里？不知道。对啊，牵手不知道去哪里。爸爸要去哪里？哇，吃肉肉。啊，肉肉。要过来吃肉肉。Yeah, 端去，先端去餐桌啊。端了。Be careful, OK? 我要说 OK, 妈妈。OK, 妈妈。嗯。Smoothie. 什么事情？里面有什么？里面有生菜，然后黑芝麻、亚麻仁子、奇亚籽、牛奶跟水。哇，好健康哦！明天又可以好好的消化一下。拍。刚剩下的鸡油继续炒丝瓜啦。啊。他刚刚为了要把它喝完，整个把杯子顶到头上去。他每天都这样吗？我要拿什么？拿大纸。汤匙啊？对啊，这个就是。就是这个。哎，对，妈妈说还要拿碗。这个啊。好，这个可以，走吧。里面有毛豆跟亚麻仁籽跟洋菜。
们先用英语口说练习会用到的材料跟接下来要做的步骤，再让孩子用画画的方式画下来。Oh, not what you should. Mm-hmm. 放入菇类，炒到出水，这需要花一点时间哦。然后把微微焦香的菇加入盐跟胡椒调味，继续淋上橄榄油拌匀，把所有的玉米粒也加进来拌炒。很能干。那今天要怎么看它有没有加？它上面有微微的咖啡色。你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好妈妈 ，You're gonna be a good housemaker。对，压平菇皮。Let's add the soy sauce， 来加酱油进去吧。为什么不加盐？都加过了，盐跟胡椒还有橄榄油都已经加过了。那接下来是因为要让它上色，所以要加 soy sauce。Three, perfect. And then.Put this corn and mushroom into that rice cooker. 这个要倒进去这里。Oh. 然后我们再拿去电锅煮熟就好了。我们煮的是三杯米，直接加入三杯牛头牌的原味高汤。Mm-hmm. 煮好了再加进奶油来焖一下。有一个小 baby 在这里啊。这是爸爸。妈妈在这里，把它焖一下，让奶油融化在电锅里面。走吧，我们去捡菜菜了。哎，哎，要带我去哪里呀？出来。Where's the baby? You're so funny. 啊，再来做一个黑蒜鸡汤。它上面说这个黑蒜要先剥皮。Now let's make a mushroom pizza. 稳定快更好喝。哎，掉出来了。哦，掉出来。
信宜亲子馆强调用自然材质、创意游戏、自由探索，带领孩子打开五感跟想象力。但是这里是需要收费的，一大一小250，两大一小350元。我大概每隔几个月会带母蛋来一次。累不累？不累。